们下一个团队是我们的仿杂赖文化艺术团，也是非常好的名称，叫做美好的意思啊。对，而且呢，这个团队是来自我们花莲县新城乡一群哦热爱原民舞蹈的青年，那么也常常参加各大比赛哦，也达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对不对？特别他们用他们的创作的乐舞，特别他们有他们的传统的歌谣来去呈现他们的舞蹈。是，所以现在呢，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来欣赏这组来自花莲县新城乡的仿杂赖文化艺术团，掌声欢迎！我们来邀请。
防杂赖的，对，防杂赖。对，在最后也不忘要介绍一下自己哈，阿赖真的是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声音超级的嘹亮哦，这也是我们原住民音声的特色，没有错。